在打歌节目 M Countdown 中固定男主持人的位置，因上一任周宪的入伍而一直处于空缺状态。近日节目也宣布了将由曾经是 Cube 练习生的陈韩冰担任新主持人，在和现任主持人维娟打招呼时，两人的互动更是笑翻许多粉丝。혹시쉬시고계신데제가이렇게불쑥들어가야지네맞아요아맞아요 스포영상을봤거든요 네왕자님이되고싶다고 얘기했다고 네맞아요안되겠는데나랑겹쳐在之后维娟还超搞笑的要为后辈应援唱助歌，无厘头的举动瞬间把陈韩冰吓得不行。응원해주시는응원네 MC 되신거축하제가축가라도불러드릴까요아또좋은데아하아축제를벌여볼까요축한빈씨네축하드립니다아축하드립니다아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